华视晚间新闻，我是先安。好，接下来快乐小甜是我们先带您到海峡两岸旅展来捡便宜喽。那么今天遇上这个假日哦，现场真的是涌现不少的人潮。那么旅行社也在下猛药，包括了日本还有大陆的特定旅游路线都有优惠价。另外呢，这个国内的五星级饭店的住宿券也下杀两折。两岸旅展的第二天碰上假日，现场吸引了大批前来抢好康的人潮。业者也很阿萨利，推出许多好康优惠行程。远山饭店住宿券原价9010，达2.2折，只要2000块；下午茶双人券也只要999。金华酒店推出住宿券3折，原价13330，特价3999。还有点华酒店精致餐券原价550，现在也只要330。许多优惠套票让民众大排长龙抢购，都说买到赚到。我花的嘞。这位妈妈看到这么便宜的价钱，还不可思议的张大了嘴。另外，展场还有吸睛的部分，就是厂商请来的 show girl 了。台湾这边有可爱的粉红兔女郎和白色蕾丝小天使，帮忙吸引买气。再看看大陆这边，可不是走美女牌哦。平常只有在电视里看得到的少林功夫，今天现场让你看个过瘾。不仅是筋骨软 Q， 看完了也不禁要佩服，真的是少林武功盖天下。周末假日何处去？别再想破头啦，不妨来一趟两岸旅展，除了可以抢便宜，还可以大开眼界哦。记者蔡明娟、宋一章台北报道。好，再看这个地方。